张多大先吧。大方点嘛！好，这位婆婆，阿妈。
没有没有没有。
真的有点像国旗的那种地方。哎，我、哦、还不错哦，还真的有这样画出东西来。啊，这是黑白，哦、黑白不好看。我们来一个彩色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当然好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怎么样？我本身有黄颜色，对不对？看进去。干嘛？你不要这样说吗？在干什么？那个好好的。干嘛性骚扰？我跟你讲。快进去。哎呀，快点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这样好吗？什么东西快一点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浪费时间啊！还真的，我说嘛，但是真的是礼拜天的现场，真的是。好，可以可以。我跟你讲，他这个哈、哦、道具又自己找的，也没什么稀奇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啊、哦，如果你有办法把它变成彩色的，而且你要不碰它，我就真的服了你。绕跑了，你看，不要绕跑了。绕跑嘛。对啊，绕跑了，你看看。我要绕跑。绕跑就要收工了，你有吗？来，看着，这这位小姐啊、哦。来。手扶着她。哎，你再看看，你要干嘛？再拍一拍，对不对？你不要骗哦，我跟你讲啊，他是诈骗集团之一，我跟你讲。我放空啊、哦，你从中空中可以跟他呼喊来。你小心啊，不要给人家得内伤啊，你不要以为这是医院啊，急诊室很近啊。有没有？还有啊，你动心啊。